所等的台湾来看婚姻道路分科工业区有一块空地啊，在地立委是积极向中央来争取，要把这块地用来做环保用地建设，他来解决掉事业废弃物无地处理的难题。科技公司伫生产产品的时候，同时会产生一挂事业的废弃物。因为目前这事业的废弃物无一个专门的地点来做处理。到了市分科工业区，拄有一块5.9公顷的空地啊，你们希望设为环保用地。事业废弃物的话，应该要找一个自己能够处理，就赶快来自己处理哈。啊，卖去占着迄个家务垃圾的迄个分号楼的这个处理量啦哈。经济部工业局将伫6月底提出详细规划。在6月底之前呢，会把这个资料去做补件。那如果能快，就尽量来加速哈，能够解决这个事业废弃物的课题。在地乡亲嘛，希望讲会使直接设一个资源整合中心，唔通让事业的废弃物变成地方的负担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